Alright， 不好意思，欢迎回来 Rock 频道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、小的消息跟你们公布一下。不要在乎我这个口罩啊，我最近有点皮肤敏感。你看到我背后这个吗？这个就是我12月21、22号两天会在广州 Sneaker Con 摆的一个小摊位。那这是我跟朋友们一起摆的摊位的名字 ，SMF， 认准这一个 logo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其实为了这一个摊位的准备呢，我也有做一些好玩的小东西，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联名做了一款 T 恤，就是我现在身上之前可以看得到，黑色的，然后图案是一个李小龙大战哥斯拉，那这个就是他的鞋店，他在佛山开了一间鞋店。就是我们也都是在岭南文化之下长大的，所以李小龙和醒狮就很能代表岭南，也不能说岭南文化，就是现在全球的整个华人文化吧，这都是一个比较瞩目的一个符号，所以就是我们一拍即合的一个想法。这个图案就是他的店铺里面他请人画的一幅非常大的马赛克的壁画，那我们把它跟我的 logo 一起结合起来做了一个图案，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样子。那我其实觉得还蛮帅的。那这款 T 恤除了黑色之外还有白色的，然后正面是这个图案，反面就是我跟他的一个 logo。 就很简单，然后款式质量什么的就是品牌最看家的那一款，那数量不是很多，几十件就先到先得。那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，就在线上店铺有售，然后线下的话是在 Sneaker Con 的活动当天，你们在现场购买呢还会更优惠一些。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种贴纸之类的也会一起送给你。如果你有计划来 Sneaker Con， 那希望你来跟我打个招呼，什么都不买没有关系。那我要是还有多贴纸的话，我送你一张 ，OK？ 这应该是我做 UP 主这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跟我的观众做一个线下的见面吧。那希望你们有空的话就来打个招呼。这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小分享。然后现场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小玩意，那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就来现场找我吧。